包丹宫新五村人口数总共有1300人，不过村内活动中心所在无大，而且位置在山峦啊较悬的所在，时段若是要前往是真无方便。即处伫地方积极争取之下，由公所家己准备1600万，加上县府甲中央补助的500万经费，将要来兴建187平的集会场所，未来会当来作为多功能的用途，预计一年的时间。会当来观光。谢谢贵宾，也向这摆斗阵祈求工程会当顺利。保定乡新屋村民毋忘真久的集会所，将要开始动工建造，预计一年会当竣工完成。时到将会当解决村内活动中心不便的问题。新开起这个集会所，你感觉安那？啊，真欢喜。安那讲，安那讲。啊，都会当来建设点咱这新屋村哦，啊，真空旷，啊，人也要来。像嫁娶、结婚什么会当来遮真方便。旧的集会所有啥物缺点？因为迄集会所上悬，伫伫迄山顶、轮仔顶，一寡若残障啦、老伙仔啦，要爬去吼，拢总足无方便，会当来做做咱遮。新的集会所起来会节奏方便。这摆的集会所由保定乡公所自行筹备1600万，加上县政府以及中央500万的经费，兴建地坪187坪的建筑。县长刘立新表示，时间若是准工完成，将会是县内上大的集会所。所以这边兴建总工程是2100万啦吼，那所以呢，兴建的过程当中呢吼，我相信哦，这个过程应该是会真顺利啦吼，啊嘛希望地方的村长甲代表啊共同来协助啦吼，啊当然就是讲啊，这个集会所目前吼应该是婚姻观上阶段集会所啦吼，有180几坪吼，而这个场合啦吼，会当容纳吼差不多50几桌桌啦吼。因为新的集会所占地宽，周边环境也做得宽。目前村民是希望会当用来做婚宴的会场。公所这边也规划来打造做中青食堂，或者是村内联谊和休闲的多功能场所。开工就是讲，希望讲咱这个工期当真顺时来先来完成。啊，当然目前因的想法是讲，要用伫咧做诶因砖头吼，假日吼一个办桌有阵吼，即马拢来。一个做方便的一个训练的场地啦。迄阵当初要争取这个机会，所是主要是要给就是阮庄内一挂迄落较时代有一个迄落所在通活动。啊，未来阮嘛有规划讲，临港可能会落去做着手规划，落去要做迄落老人食堂安尼。村内当有新建设，大家是拢真毋茫含期待，相信伫新的集会所兴建完成了后，会当带予村民生活上的便利。若是有重要集会，也免惊无所在通去。记者陈建华采访报道。